好，一得二十。俊宏，林俊宏。林俊宏 ，OK， 下一个。最高一得的苏信文，林彪。信文，下一个。王一得，林一燕，林奇，林一燕。最高一得吴哲成，林一。所以一直要到考试决胜，真的会出现就对了。可是，一直都没有到吴哲成。本来没有，后来才把它加。对。问题是他之前也没来，怪谁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好，热烈的掌声。深深的青翠深处，是谁私藏这一泓明媚？只让童话来投影，不许世界偷窥。三只虫尾是不会衔泥。玄梦的吊桥也不会，金鱼是怎样不常见？正想问一问，且用这反常有什么偏激？借信仰和常进善，悠悠散起了一缕素白，开着空阔的浩渊，斜斜渡去。你们再把最后七阶渡去念一次。斜斜渡去。好，这一首诗哦，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水库里面的宁静的一个气氛，跟刚刚的风号哦，是比较高亢激昂的声音是有很大的落差的。四个同学好像刚好都比较害羞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声音来念这一首的话，反而是一个加分的，也就是说要跟自己的声音有特质有对嘛，哦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的话，俊宏一开始有点紧张，毕竟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的两三句他开始稳定下来，那一个东西有拉长，一拉长就知道你有放感情在里面，这是很好的哦。哎，然后再来这个信文哦。我本来也想说这个人也是在给我念诗，对不对？念诗又那么的平缓，没想到到了这个金鱼的时候，他也知道金鱼的时候就是要给他大声，要很惊吓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哦，勉强也算你有一点高低扬顿作起伏吧。哦，哎，易燕，你的声音就是这样子没？就是这样子很平静的把他给带过了。哦，本来是。怎么讲？大家这么说，我就直接讲了嘛。哦，不要因此太生气。本来应该是说就是很平嘛，直接讲比较快，不然要小形容词这样的。下去以后不会像同学一样就心情不好了哦。好，那问题是刚刚好后面的主哲成他的声音一直非常的棒哦，所以说他讲的悠悠的时候刚好配着他刚有磁性的声音哦，后来让我真的觉得有悠悠的感觉，这是很好的哦。哎，但是第一个那个念山，扇子念名词的时候念扇，哦，平常说动词的时候念山哦。好，然后开着空阔的浩渺哦，最后大家四个合起来斜斜渡去，其实这是很好的，因为前面一个一个有点单调，后面合体的话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本来想说斜斜渡去，这个我拉不长的话也不行，你们有拉长的话。然后我刚才邀请你们再念一次的原因，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声音非常的悠扬好听，有点像。他这个斜斜渡去其实也是让我们有一种惭愧的感觉，因为等于是这个飞鸟在水面宁静上面的摆设是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这其实里面有禅宗的味道在里面哦。哎，然后我在听着你们那悠扬的禅声的时候，本来会觉得说哎很不错，所以我再请你们念一次，是要找出那个人是谁。第二次哦，我终于知道谁在里面的那个声音很好听了。哎，新闻笑不开心，你知道是你的没？那你笑得开心？很好笑。哎，你们两个都还不错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你，新闻你念一下悠悠渡去，斜斜渡去那几句。斜斜渡去。你刚才是这么念吗？开心。哈哈哈哈哈。老师，太专业，好骗了，害羞。你看，脸都红了。好，一个一个念，来，点一下那个叫什么？食神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是谁。来，您开始，不准换腔调。好，开始。斜斜渡去。哪里？斜斜渡去。
起来好。我来要站在比较好听的身边，我就会被那个弄到这样子。静萌，原来是你的声音有磁性啊！哎，弄错了。对。好，那整个来说的话，他们的阴阳对错的爆发力没有班代那一组来的高，可以听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但刚好这一首是比较适合他们音质的，所以说选的诗集也适合自己的音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哎，都。